全球十大超级健康食物，第一个每天都要吃。第十名，洋葱，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，被称为蔬菜皇后，富含硒元素和胡皮素。第九名，石榴，抗氧化物质含量非常高，富含维生素 C 和叶酸。这石榴籽呢，富含多酚类物质和类黄酮，吃石榴的时候最好要嚼一嚼石榴籽。第八名是糙米，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、维生素 E 以及镁、磷等矿物质。糙米里的谷维素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物。第七名是红薯，含丰富的钾、铁、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。 日本的冲绳岛上的居民大都长寿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主食是红薯。第六名，卷心菜，有很多强力抗氧化物，也是维生素 C 和纤维的良好来源。第五名是香蕉，香蕉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，尤其是钾元素的含量很高。第四名是西兰花，营养素密度最高的食物之一，它的含铁量非常丰富，中等大小的西兰花就可以满足人的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C 的需求。第三名是蓝莓，主要富含抗氧化剂、花青素，这是很多水果没有的。第二名是菠菜，有营养模范生之称，富含钾和抗氧化剂，建议每隔两三天就吃一次菠菜。第一名是番茄，富含抗氧化物番茄红素，它含有维生素 C、 钾、叶酸等，建议每天喝一杯西红柿汁儿，或每周要吃几个西红柿。别着急划走，点击下方头像关注我，交个健康朋友。